说，我们要请我们的大班跟中班带来太鼓的表演，我们要用太鼓呢的声势呢赶走我们2010年的一切的不顺遂，好，迎接我们崭新的2011年，我们的兔年，掌声欢迎。Thank you.
将带来这两首精彩的太鼓表演。